喂，各位同學，嗱，咁而家呢條咧係PYMS A Level 2010嘅第八條 ，Paper Two 嘅第八條。咁呢條咧就牽涉到用到以下一個 knowledge 嘅，咁就如果 H X 咧係放大啲先 ，H 係一個 function of two 係兩個嘅 function， 咁如果 D 佢 n 次嘅話咧。咁就其實佢係一個binomial 嘅 form 嚟嘅 summation， 個 r 係 from 零去到 n， 就 n 之 r， 就 f 就 n 減 r，n 減 r， 咁 g 嗰個咧就 r， 就 d 咁多次。好啦，咁 apply 呢個用落去咧，咁佢話 given 咗y 係你舊，咁叫你去define fn 是1加 x 的二次的 power to n 加脂肪乘 y 的 dn 次，这个符号代表 dn 次。好，咁然后呢去 proof 呢条式，咁呢条式应该由呢嚿嘢嚟嘅，呢条式应该由呢嚿嘢嚟嘅，咁我就 consider 呢、这个将我1加 x 的二次乘个对面，然后 d 佢 n 次 dn 次啊，呢条嘅升。好啦，咁 dn 次嘅時候咧，拜嗰條公式咧，即係等於係 summation r from 零去到 n，y 咧就 n c r，y 就 n 減 r， 一加 x 嘅二次咧就 dr 次，就等於右手面等於零嘅。好嗱，咁逐嚿去睇，因為其實咧第一嚿 r 係一嘅時候 ，r 係零嘅時候咧，咁呢嚿嘢就 keep 翻住佢一加 x 嘅 n 次，一加 x 嘅二次。咁而個 y 嗰度咧就係 d 到 n 次嘅，咁個 n c 零，好，跟住如果 n c 一嗰嚿咧，就 y n 減一，就 d 佢就二 x， 跟住如果 d 到佢係再 d 到鑊佢嘅話咧，就係 n c 二 y 嘅 n 係呢個 n 減一嚟嘅 n 減二，咁呢個變咗二。等於零，咁 simplify 咗佢之後咧，其實就係佢嗰個 format 嚟噶啦。哎呀，n 跟住就再加二 n y n 減一乘 x。跟住就 n 加二，咦？咁都唔係個答案喎，係咪基於昆利啊？唔係啊，因為佢而家呢個咧對應係 n 加二，佢個 given 係 n 加二啊。咁我為咗要 apply 條公式落去咧，我就即係嘗試咗咁樣寫嘅啫。好，咁然之後咧就 replace n by n 加二，咁我哋就會得到佢嗰條公式噶啦。咁當然你可以直接一開始就 d 個 n 加二次。咁亦都可以解決到嗰個問題嘅。咁亦都呢度即係介紹翻嗰個 replacing properties。好啦 ，B 嗱 ，B 嘅話咧，係啦 ，B 一就要結合埋上面嗰個公式呢條公式噶啦。咁呢條公式裡面咧就係、是，如果你 fn 咧就係、是、等於一加 x 嘅二次嘅 n 加次 y 嘅 n 次。咁所以呢嚿嘢其實我哋可以睇到佢個 format 就會係，咦，爭咗啲嘢喎，爭咗少少嘢喎，係嘛？呢度爭咗個，如果 n y 嘅 n 次，咁即係你而家相對應啫 ，fn 加一，即係等於一加 x 二次 n 加二 y 嘅 n 加一，而 fn 加二咁樣嘛，咁所以其實我哋將呢條式咧，我哋叫呢條嘅一式，將一式咧。乘大咗係乘大幾多咯？上去咧全式係乘大，而家爭咗係一加 x 嘅二次嘅 n 加二次方。咁乘咗上去之後咧，
咁呢條式就會變咗係一加 x 嘅二次 n 加三。咁對應翻佢個符號寫咧，第一嚿就係 f n 加二嚟嘅，第二嚿咧就係二乘n 加二乘 x 再乘，就係 f n 加一。第三嚿咧多咗嚿一加 x 出嚟嘅，第三嚿睇下先，係啦，多咗嚿一加 x 出嚟嘅。所以是 n 加二乘 n 加一乘一加 x 的二次再乘 fn 等于零。好，那就 proof 了第二嚿了。好，那至于这条式呢，这个比较即叫做核突啲啊。咁呢条式同呢条式点样嚟呢，即两条式点样关系呢，咁其实就好明显就是即你要睇下佢嗰、那个應該咁講啦，咁就呢嚿我就會對應呢嚿咯。跟住呢個嘢其實應該同佢 D 咗一次有關嘅，呢個嘢就同佢 D 咗兩次有關嘅。咁所以我哋咧就由最 fundamental 嗰嚿嘢做起啦，就呢嚿做起，我 highlight 咗個嚿，我 D 佢一次，再 D 佢兩次，咁睇下佢咩 format 出嚟。咁當然我哋做咗 D 咗一次先。我照抄翻先啊，第 B B 個 part 我寫，我寫喺呢度啦，又唔夠位寫。應該係 B 嘅第三部分，第二部分。咁我抄翻佢出嚟先。咁有個問題啊，因為佢嗰個太複雜咧，我個畫面有限啊。好，咁我首先將佢 D 一次先啊。D 一次就左 D 右，加右 D 左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將全條式咧就因為要砌翻佢嗰個 format 出嚟，砌翻佢呢個 format 出嚟。咁我可以再 D 多次嘅，但係咧我就用咗另外一種巧妙方法咧，將呢條式咧用 implicit 嘅方法去 D 多次。但係 D 佢嘅時候咧，因為你乘多一嚿嘢上去就一加 x 嘅二次方，即係呢個嘢啊，淨係呢個 format 嘅話咧，一乘就等於 fn 跟住 d 兩次嘛，咁所以咧我就喺呢條式裏面，嗱既然有呢嚿嘢喺呢條式裏面，將條式乘多個一加 x 嘅二次方上去，嗱呢啲即係你好大分別㗎，即係你如果想創作過程裏面，你得到嗰個方法同你產生咗嗰個即係做嗰個效果咧爭好遠㗎啊！嗱，呢個變咗 n 加一，個二 x 我寫喺前面，一加 x 嘅二次，咁原來咧我乘咗上去之後咧，一雞兩尾喎，因為呢嚿嘢咧同呢嚿嘢其實分別係代表緊fnx， 而隔離嗰嚿嘢咧 ，keep 翻住佢照寫。然之後再 D 多佢一次。
咁呢個右面嗰嚿就左啲，右加右啲咗啦。二 x 咁呢嚿我又照寫啦，都係左啲，右加右啲咗。啊，睇到即係睇到都係眼花撩亂啊！咁最後嗰嚿。又是用個 Porter Wool。如果我不是寫定出來的話，其實 present 的時候真的 很容易會有 typo， 即是寫錯了東西。好，那然後呢化簡它。呢嚿 keep 翻住佢，嗱，你發覺呢嚿其實有出咗嚟嘅呢嚿，我照抄先，照 copy 咗個效果出嚟先啊。因為後面嗰嚿又有一嚿嘢要處理佢嘅，即係最尾嗰嚿，應該係呢嚿。係啦，呢嚿，呢嚿我要處理嘅，我所以 copy 咗先。咁我抽幾多出嚟咧？後面嗰嚿就抽一加 x 嘅二次方嘅 n 加 n 加一次方，即係抽咗佢出嚟。一加 x 嘅二次嘅 n 加一次方，咁呢個就會變咗二 x n 加二y 嘅 n 加一，跟住再加。一加 x 嘅二次方 ，y 嘅 n 加二，咁啊奇妙嘅結果出現咗啦。呢嚿嘢，我用螢光筆 highlight 咗佢嗰嚿嘢，其實係呢嚿嚟嘅。呢嚿嘢嚟嘅，調咗過去就會變咗，剩翻呢嚿嘅負。咁所以我就照 copy。你認真啲睇一睇啊，即係各位同學，因為佢嗰個複雜度其實就比較即係唔係你想象中咁容易睇到嘅。好在我就有一個 copy 嘅方法啫，如果唔係話咧，就做 Q 死嘅。負 n 加二 n 加一，好 copy 咗。然後將啲項數嗰啲 terms 移翻曬佢，移翻曬佢。咁同埋呢兩嚿乘埋咧，其實係變咗呢兩嚿啦。呢兩嚿就乘埋就變咗，應該係我調去右手面，調去右手面就變咗減。2nx f pi nx， 然之後呢一嚿，呢一嚿同呢嚿咧，就應該係 n 加二 n 加一 f n 嚟嘅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一調位之後咧，咁就 achieve 到我哋嗰個問題啦。呢兩嚿啊，化簡咗佢就調去右手面之後咧，就會變咗係加 n 二次加 n 乘 f n x 等於零。咁我哋俾你睇對翻先啊，嗱對翻就出咗呢條色啦。咁就比較煩少少啦，即係你見到佢嗰個問題。好，C 嗰條，即係對翻。因為個畫面上面我就諗過，即係用有咩方法可以將兩個畫面同時做到出嚟咧？但我又睇過個 YouTube 嗰、個版面又好細嘅，咁所以其實即係兩難啊。好，咁好啦，第
斯嗰度，佢用 mathematical induction proof 佢個 polynomial 個 degree n 咧 ，fn 嘅 degree n 係呢嚿數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可以用 mi 去做嘅，即係 C 嗰度啦。我嚟做 statement 先啊。sn 就係 fn x polynomial 係咪 ？Is a polynomial of degree 等於 n n 兩個 statement 㗎 ，and coefficient of x n 係等於負一嘅 n 次 n 加一嘅 factorial。咁呢個咧要用個 second principle。MI 嘅 n 等於一嘅時候 ，y 係呢嚿。然之後 d 佢一次 ，d 佢一次即係出嗰、那個。咁 d 完一次之後咧，就用個 quotient rule 去 d 嘅啫。將佢乘咗過去。咁呢個咧就係 F 一嚟嘅，咁我哋對翻嘅啫。咁佢係 degree 第一樣嘢 ，degree 係等於一啦，即係一樣啦。咁個 coefficient of x 就係負二，負二嘅話即係等於負一嘅一次乘一加一嘅 factorial， 搞掂。For n 等於二。咁我將呢條式再 D 多喎。當然各位同學可以用翻佢嗰個即係條公式去做嘅，但係我呢度咧，我直接寫個結果出嚟啦。六 x 嘅二次 D 多一次嘅時候變咗咁樣，然之後調過去，咁跟住咧就 F 二咧。其實就是 6x 二次減二，咁所以佢 degree 咧係二，同埋 coefficient 咧 of x square 咧就係負一，即係六啊，六即係等於負一嘅二次乘二加一嘅 factorial， 咁所以就 assume。sk 同埋 sk 加一啊 true 啦。咁我唔 stay 翻佢個 statement 出嚟，咁佢直接去 for s k 加一 a k 加二。咁嗱，留意 f k 加二嘅時候咧，我哋有一條呢條公式喺度噶。你揾公式都揾死你，有呢條公式，因為你連係咗 k 加二 k 加一 k 係嘛？即係你 n 變咗 k 啫嘛 ，k 加二 k 加一 k。咁所以我哋有一條咁嘅公式存在嘅時候咧，放大啲先。咁錄呢啲片咧，其實我擺咁耐時間落去度咧，就睇下可唔可以用啲最快嘅時間，即係用快速嘅時間去錄到呢條片出嚟，就唔使即係咁耐。咁我有諗過咧，用寫好曬之後咧，逐嚿去 show 嘅。咁但係即係變咗真係變咗 show quality 啦。咁你睇起上嚟仲好混亂嘅，咁所以我就結果就都係最後冇啦。好嗱，調咗過去之後，上一條片第九條嘅時候咧，錄咗成三十分鐘先錄完，咁啊又破曬嗰啲記錄噶啦。調咗過去先。嗱，咁開始睇啦。嗱，咁啊第一樣嘢先，呢個係degree k 加一。degree k 寫一個嘢，咁所以呢個 degree 係等於 k 加二嚟嘅。呢個 degree k 呢個 degree 呢個加多個就 degree k 加一，但係呢兩嚿嘢整埋咧，個 coefficient 唔會 cancel 咗嘅。咁我唔喺呢度去逐個講啦。咁所以 degree of f k 加二 x 係等於 k 加二嘅。
好，第二樣嘢咁個 coefficient of x 嘅 k 加二，咁佢個 k 加二咧應該由點樣組成咧？就係呢個乘呢個嘅 co 個 coefficient， 所以其實係負二 k 加二乘乘呢嚿嘢嘅 k 加一嗰個 coefficient， 就係擺我哋正話嗰條即係個 assumption 咧，佢係呢個嚟嘅。好，咁然之後呢一個嘅就係呢個嘅 degree of k x k 加二咧，就係應該係呢個乘呢個出嚟嗰個，咁即係呢個嘅個 degree 個 coefficient of x k 嗰個，咁所以我哋乘呢嚿嘢負一嘅 k， 跟住就 k 加一分。好嗱 ，after simplify 咗佢之後咧。咁就出咗個assumption嗰個結果噶啦，我 skip 咗佢嗰個步驟啊，哇！真係好難，所以 sk 加二 is true， 跟住 by mi 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咁啊最後一 part 咯喎，最後一 part， 咁最後一 part 其實又係一個mi 嚟嘅，咁佢個話佢話 delete the roots of這個呢就fnx 等於0的時候呢 by x a1 你就 an， 咁佢個 average 佢個 a summation a1 嗱留意啊，嗱我哋以前呢又有 sum of roots 呢，就係譬如你假設係ax 二次加 bx 加 c 等於0，咁 alpha beta 呢就會係等於係負 b over a 嘅，咁其實如果三次嗰個呢 a1 我用 b 啦 b1B 三 x 加 B 二 x 二次加 B 一 x 再加 B 零，咁其實佢啲 sum of roots 咧 ，alpha 加 beta 再加埋佢三個 roots 咧，都係負 B 二 over B 一嚟嘅。咁 in general 嚟講啊 ，in general 嚟講，如果係 B n x n 加 B n減一 x n 減一，跟住 b 零，咁佢 sum of roots 咧，即系 a 一加 a 二加到 a n 咧 ，sum of roots 都系负 b n 減一 over b n 嚟嘅。咁呢条就系即系以前 pure math 嘅时候咧，有条咁样嘅公式嘅。好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其实最紧要嘅问题咧，就系揾呢嚿嘢 coefficient of x 嘅 x 嘅 n 次方我哋有啦，佢非常 x n 次方就係負一嘅 n 加一分，咁我哋揾埋 x n 減一嗰個 coefficient 就得噶啦，係幾多？嗱當然啦，我有啲即係好大膽嘅估算噶，我用呢條 mi 嗰個睇翻，第一次 f 一佢個 coefficient 係零嚟嘅，即係個對上一個即係。coefficient 零啊 ，f 二嗰個 ，f 二嗰個，佢個第二嗰個 coefficient 咧，即係第二個 term 個 coefficient 係零嘅，咁所以我估呢個 term 即係個 coefficient 都係零，係冇大膽啊，係咪先？咁所以我 make 一個 assumption， 我 make 一個 assumption 佢 coefficient， 嗱我照用翻正話嗰條公式就得噶啦，嗱我哋睇下係咪用呢條啊？呢批應該係我睇下邊一 part 先 D 嚟嘅。嗱，我就會係 assume let S n be the statement。The coefficient of F n the coefficient。of the 又寫呢個啦 ，f n x 嘅 x n 減一嘅 coefficient 等於零，哇咁大膽係咪？
咁我嗱我做個阿心純嗰度，即係我跟翻人寫嘅啫。但係我最主要咧，就用都係用呢條公式啊，即係呢條。好啦，咁即係話咧 ，the coefficient of x 應該呢個係 k 加二嘛，咁即係 k 加一嗱 ，k 加係幾多咧？應該係呢一個就乘落去呢一嚿嘢嘅對上，即係個 k 嗰個 coefficient。但係呢個 k 嘅 coefficient 係零啊嘛，所以呢嚿嘢第一嚿個 coefficient 係零。好啦，咁呢個嘢個 k 減一嗰個 coefficient 咧？是零嚟嘅，咁所以乘个 x 减二都是零，所以是零。我顶搞掂，所以 summation ak 唔系47啦，零由一去到 n 系等于coefficient of x k 减一除以 coefficient of x k。呢條前面俾個負佢，但係上面嗰個係零，下面嗰個係負一嘅 k 次 k 加一嘅 factorial， 所以係零。呢個方法就最快噶啦。咁誒睇嘢就睇得通透就得啦。好啦，咁啊最後啊，請呼籲各位同學 subscribe 多得 KDMS 呢個 channel。好，咁啊多謝各位同學支持先，拜拜。